今天有关我们这个严谨今天在执法过程当中因为遭这个谢小姐泼到水全身湿了，那有关情绪失控这种不当的行为我们会非常严正的调查，那如果有不妥当的一个行为，我们也会从严追究责任另外有关这个我们严谨向路人索取清洁费的部分我们觉得这张是一个不妥当的行为，那我们这一个部分也会来根本致歉，如数归还对谢小姐表示歉意。